随意啦。小贝，这个你不拿茶，这个带鱼的是、啊、你不要有茶，都拿茶的是茄子，在这里头裹着肉茄子的，你不拿生标吃，这是啥了？每个月认不得，这是啥了？西红柿炒丝瓜，那洋葱不削皮了，丝瓜还削皮了，好的老铁呀、啊！你是不削皮不能吃？你错了吗？我错了，没能吃呀，能吃吗？真的不削皮不能吃？我也不知道，你查查，能吃呀。这个都除非这个，这不是辣炒，就是原上菜的，把韭菜做。我就不能吃火豆角，我们家。对对对，火豆角不能吃，
你姐姐叫你吃八十块吧，太不对了，吃瓜还得削皮了，我出去拿回来你吃，你吃肉一口嘛，好吃，你接吃，你接吃，这你又不高兴了，啥不高兴了，你看你的外脸，吃完又一包啥，不能吃吃肉也一包啥吃。我看这种吃瓜你能吃，糟践的在不在？咱这个企业家咱的肥老师里了，咱的可肥死了。是咱来，我看你不糟的，我看你老公出来了两回，猫了两回，我看这他饿的了。糟践的，我不知道吃瓜不能削皮，我也没拿叉捞一下就。啥不能削皮？吃瓜就得削老皮，那么是不能削。那这意思，那白肉皮不能吃的？能吃，能吃，能吃。哎，你要带着出来，兔豆皮，兔豆皮，外带肉也不能吃了，茄子皮带肉也都不能吃了。皮又不是剁剁我，这是一起炒软的，吃了就行了嘛。要一起做做错了，下一回注意就行了嘛。就不能高兴肉也为啥子呢？这个是粗溜白菜给你炒啊，人这个男生你要这个你就吃不见发苦，我吃不见呀，那你不吃我吃完，你吃这个，那你吃你吃别菜吧，给你别菜我活管，这两个人也没得，西红柿你拿吃吃。啊，我自己夹吧，你不要我夹了，我夹。你不能吃皮，你把皮咬了，糟糟就行了嘛。吃个里头的肉肉就行了嘛。那一起炒啊，带着的，高兴就吃就行了，想办法嘛。你不想吃皮，把皮糟糟就行了嘛。这个茄夹好吃，好吃。这个好吃。哪个的？啊，好吃，你都吃得下。我把你摘不这个酒了，你切得再多些就拿得了，一直切得太多了啊，那一火锅再就还吃来得了，吃来得了，知道了又切了小心，你有在的哈，就不如请二小东东的，拿出一个就直接摘出。你看你把火锅丝瓜吃了一下，那肉也不脆。俺那还以为不能吃，那以为我做啥的又跟他做啥不能吃的东西。哎。你对我放买啥羊肉不够吃了？我的，你不吃了呀？我还要吃些米的呀，得了。我就是你在外你吃瓜一口不吃了。不是刚还要借些米了吗呀？你是非要把我吃上不吃上米的呀？上次。又洗老澡了。咱这个学家考上要不费事，
吃嘛，那红酒过过炒过晚上炒上过炒鸡酥皮还吃嘛？这比酥皮好吃的多了，吃吧。你这说的就不是一回事嘛？你哎呀，真是。那你说，你说。上回说啥？我还说啥了？哎呀，你这我的意思是你爸爸心里还不乖，这说错就说错了，这扯进去了嘛？你也不啥玩意儿啥了嘛？哦，要么他说不错吧？那你高兴些呀、啊？你看你的脸。我一直都宽慰你的心了，妈、啊。你不用不用，我想了，能自己能这调整。把你调整能调整过来吗？就不见你高兴了。每天出来个脸就是拉着个爱拉着脸，你这出来就能不能看见高兴些？你看见不开心？哎呀，真是，我是，哎，每天还去哄了还去，嗯。算了，我把这说讲。话对不对？话对要在可能也好吃的了。妈妈妈也说这东西，企业家呀，欧家呀。那妹妹拿的番茄酱，拿番茄酱蘸了番茄酱，刚会吃。我看蘸肉好不好吃？好吃，也好吃，别有味道。我告诉你，你再拿这个盘盘，再上嘴嚼一。嚼一吧，对，我大肚嚼一就刚好吃的很。自己做那做这个东西应该是原切这个最好的，原切这那这些其他是吧？一个原切片，俺们家是这不是因为用长茄子，我说错了，俺们家是那种大原茄子，那片子太大了，装这么大的片子啥的吃，所以我就切点小的，正好也少一个。老公把我的处理的白菜都吃完了，我还没拿出来，我瞅着你看看我的味道。我给你留下几个呀？你吃吧。我吃完了。这两个菜就上也没拿过，就是过那些咸盐和上车，其他的上也没拿过，这一个上车也没拿过，这一个过了就上车。以后你的饭你就得吃少油少盐清淡。没有刺激的东西，这就是你的饭，素斋。我不如老年生活。哦，老年人吃肉的，你肉也不能吃。谁说不能？把肉皮不能吃。哦。能吃也是能少吃一点点，不能都吃。